有，真成烧的虫，最后是一个小玩具，新的玩具，甚至柴油洞，甚至前面烤肉的味道。继九级洞之后，我们又再次开发了柴油洞。可以当什么你知道吗？煮火锅。不是啊，我一直说可以当那个燃料啊。燃料。煮火锅的时候。那是要证明一件事情。它的燃料比我们原来加进去的酒精产生的热能还要多。这件事情才有意义。那就是可以把大桶的油煮那里用的。对啊。那大桶的油就不用放那里了。对。如果是可以用的话，对不对？就用大桶的油就好了。可是它没有酒精。它的冰冻火的颜色凝固。哎，对啊，火的颜色。那火颜色有点浅。这样不是当然是燃烧效率热量不够。哎，这只好快。因为这一只好像油比较多。我刚才只比较干。突然有点想吃青蛙，知道里面含了多少热量。如果今天确实可以用的话就好玩了，对，可以做洞啊，做酒精洞，变成纸柴油洞，会卖专利。哦，啊灶的话，那灶呢？有灶吗？那个吗？硬掉的那个吗？不可能是，等一下拿那个波棒哦，刺一下它。现在吗？可以吃旧的那个。是那个黑掉了，黑掉了。不是那个盘面白白的，那你用波棒刺一下那白白的，看它怎样。软的，是软的。可是那里面有。